我们这里看到西班牙的服饰品牌 Zara 创造出来平价时尚的奇迹，而共同创办人奥迪加在富比士世界富豪排行榜当中呢，一度来到799亿美元，挤下了比尔盖茨，跻身全球首富。奥迪加成功把 Zara 的母公司从一家小型的家族服饰业升级成为西班牙最大的公司，全世界有6000多家的门市，公司的股价也随之暴涨了40%。但是啊，就在欧元汇价波动还有微软股价的强涨带动之下呢，盖茨马上又夺回第一名的宝座了。第二名则是由771亿美金的墨西哥电信大亨史林夺得，第三名是股神巴菲特，身价高达727亿美金，而奥迪加则是排在了第四名。Colocaron por ello este bien.